Hello， 大家好，我是环球性 YouTuber 美西太太。今天我要去做新鱼喽。今天不管你叫他 Spider-Man、蜘蛛人还是蜘蛛侠，太太要带我们去体验一下新宇航空的蜘蛛人专机。这是到8月31号以前的活动，非亚洲线都有哦。走，发现蜘蛛人了，但他还在睡觉。你确定是蜘蛛人？看起来蛮像的吧？你看他手势有没有？哇，它飞得好可爱哦！ Thank you， 耶！恭喜你！耶，终于拿到了！刚超紧张的。为什么？因为就是我看到有人就是手提行李被拿到去称重，我猜 carry on 要。所以我背包不用。他可能就不知道你的背包其实比人家的 carry on 还重。对。但还好，反正他没有量我的重量，我就觉得你这应该有50公斤。电脑什么的、啊，相机。登机报到的时候可以拿到什么东西呢？行李吊牌。我可以摸一下。可以，你看 Spider-Man， 咻咻咻咻。要收藏，不可以用哦。好，然后还有贴纸。贴纸看一下。这个可以贴在电脑上面，或者贴在行李箱上面。对。他刚刚连报到荧幕上面都有很多蜘蛛人飞来飞去的，好可爱的。然后连机票也是，就这里。这个就是登机证的背面。然后我们今天搭的是豪华经济舱，还没有钱搭商务舱跟头等舱。对，我们买的时候我觉得价差真的是还不错，哎，蛮少的，所以我们就毅然决然要升等一下。自己升等。对。OK， 去过海关吧。好，先刷脸就可以出境海关，我真的觉得超方便的。Sunshine and bright over my horizon。 Narita 一直被我们抱怨就是他的 lunch， 但是呢，我觉得 Narita 呢就是给我一种很 chill 的感觉。进来之后这边就完全没有，就只有免税店跟简单的咖啡。我们现在就坐在极光家很简单的咖啡。 对，view 还不错啦。 Sunshine and bright over my horizon。 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在我们默默用着电脑的时候，好可爱哦！所以我们等一下可以就在那边。所以这个咖啡的好处是可以看飞机。真的。来到登机门口咯，太太一看到那个飞机就问说：“今天机长是 K 董吗？”让我们来瞧一瞧。时间很紧迫。他们只有7分钟整理完，我们就可以上飞机了。这个就是豪金舱242的配置，但后面是333，那是经济舱。所以你觉得它的豪金舱的宽度、长度有比美国航空的再长一点？对啊，因为我记得我脚是这样子放的，我在坐 A 那个美国航空的时候，那我现在完全这边是空着啊。哦，所以这个有。至少空间的。OK， 那我们座位是在24K 跟 H， 就在机翼跟引擎旁边。很多人其实喜欢在机翼后面，因为可以看到风景。嗯，天啊，你看你的腿部空间超大的啊，很不错。嗯，对。对，我觉得应该是放水的吧，让你可以放饮料的地方。这个是可以把小腿靠拉起来的。来，哦，这有一个按钮，哦，所以你看，原来它脚是可以放在这里，更舒服一点，就有一个依靠的鞋子的地方。有过夜包吗？没有。这么短程你要过夜包干嘛？对不起，我的错。虽然没有过夜包，应该也不用，但是还是有枕头，很舒服。你觉得他的枕头比较舒服，还是 Casper 的枕头比较舒服？嗯，那个是很胖，然后、就是、那个抱着睡很舒服。嗯，对啊，但这就是放在腰这边是舒服的。好 ，OK。里面是什么？毛毯。是你喜欢的材质吗？是，我喜欢这种比较哎，不是毛的。但我觉得你摸过最好摸应该是好事多那个吧。那个毛很长，但是这个是毛短短的，但是是。柔柔的感觉，我比较喜欢这种的，因为我觉得给我感觉比较干净。
然后另外一面是这一种的布的。他们的耳机是不是全罩式，是这种小的，然后就可以放在耳朵上面，短程的用一下应该也还是 OK 的。大家可以拉往前往后，空间真的很大。然后我觉得它的配色还是很漂亮，就是它有一致性的。然后这边也可以放饮料，就算转过来这边，这边也可以放饮料。扶手中间这里就是耳机的插孔，然后这里是 USB-A 的插头，一人一个。这个是插头，然后这个是 C 在这里。我觉得星宇目前最大的优势就是硬体都很新，然后萤幕的操作界面也是非常的简单，就是很像 iPad 一样，都非常容易可以使用，反应也很灵敏。啊！我看到蜘蛛人啦、啊！可是这是旧的电影吧？表示你可以先在这里预习一下，然后再去看新的蜘蛛人。所以它这个就是可以从这里上下左右按的，然后你的打电动的时候，这里就是 A B X Y 在这里。哦，是蛮简洁的。摇杆是左边的。对，这样子。而且我后面没有人，更开心。Sunshine and bright over my horizon.Put the top down, gonna keep on driving. Cause it's blue sky, blue sky, blue sky. 来报告一下，今天的天气多云，所以应该是看不到富士山。那我们在地图上看到富士山。我们经过富士山了，可是因为飞机的航程非常短，所以。大家争取时间，很快就要上餐喽。对，我们刚刚才坐稳，飞起来，现在已经看到上餐了。你连那个购物都还没看完。对对，你的安全需要洗手间。对 ，Spiderman 那个我都没有。为什么他没有？为什么没有？区分那个口味有两种，了解了解了解。OK OK， 好，谢谢谢谢。好了，这给你了。你有没有难过？嗯，亲子洞应该蛮好吃的，但我而且好好，我们可以轮流。他有感受到你的失望。对，那你的是红酒炖牛肉，所以是红色是吧？我说面包超软的，还热热的。其实我平常不太爱吃面包，但这种热面包我很可以。耶、yeah! ，湿纸巾是 Spider-Man 的。Travel like a superhero.热的软的就是加分、嗯、而且它还有一些香草味、欸、就是对是香草没错是哦它是香草起司面包的样子好香哦不是普通的那种就是只是面包而已好吃这就是那个担担面然后下面有那个胡麻酱凉面无骨很好吃耶、欸就是你感觉在吃凉面，然后上面还有一些小黄瓜，哎、欸，但我找不到鸡丝哎，像胡麻酱非常香，很好吃，感觉很爽口。对，吃光光了，感觉就是个真的非常好开胃的小菜。对，刚飞机配餐的人，请不要放那个红椒跟青豆，我觉得他们好爱这个，我把它留下来，给我给我，好给你。青椒、红椒、青豆都给我。大家看，肉球里面居然有 cheese， 太酷了，好用心哦！你试试看，哇！但肉球本来就是要跟 cheese 吃在一起才对味，好吃，好吃哦，好有层次哦！就是我从来没看过这么厉害的肉球在飞机上，真的，一口吃完。然后肉球加在 cheese 里面，超棒！你是 Spider-Man， 好可爱哦！这个就是他的威士忌可乐。调酒棒应该可以带回家吧？哇，好可爱哦！我是 Twilight Modelo， 然后我的也有，嚼一哎嚼不动。星宇装水果的。盒子也非常有巧思，蛮精致的。
覆盆子海绵蛋糕，我一开始以为是草莓，但吃下去之后才发现他说是覆盆子，上面有覆一个草莓，没有错。你喜欢吃吗？我喜欢，给我给我给我。好，我觉得太甜了，sorry。我觉得不会太甜。来喝期待的那个 Mojito， Twilight Mojito， 橘子口味很香的。真的？对。然后淡淡的酒味，我觉得他们酒就是淡淡清香清香的，然后水果口味的我很喜欢。好，那你来喝一下 Whisky Coke， 上面有蓝色。但可以尝鲜一下。哦 ，Whisky 味超浓的。我还蛮喜欢喝的，是哦，来，感觉比较 man 一点，有 man， 不过我觉得它至少是有层次的，然后它还加了柠檬，所以还蛮香的，不会只有 whisky 的那种很强的味道，带了一点可乐的甜味，嗯，还有柠檬香。好，那我喝一下这个，这就是水果酒，嗯。这个也很不错，对，可以想象它更符合大众的口味，就感觉一下子就可以喝完了。它这个电子是非常灵敏的，大头这个人要来试戴耳机。我对于飞机上的耳机都没有太高的期待了，那就是看他们的效果怎么样，会不会太吵。我听听看声音，可用，哇，好可爱哦！耶、yeah, ，谢谢你，哇，好可爱哦！而且它很烫银，哎，什么烫金烫银？不用形容，没关系，就是很有质感哎，可爱。预告《蜘蛛人》6月21号星期三电影院限定。来看一下厕所，大洗漱台，哇，这灯超亮的，就是超适合梳妆的。那我发现这里竟然有一个风口，哎，就是让里面干保持比较干燥跟那个就是舒服。然后这个保湿喷雾 Mineral Stockholm， 然后保湿乳液，然后我最想念的卫生纸，而且我发现它每次来的时候都折好好的，哎，超香的，然后还喷了一下保湿喷雾，走。因为就是星旅，不管是服务跟餐点都很不错，就是 top 的 top。那这次我们是做豪金舱，我觉得这空间真的是非常棒 ，A350-900 的豪金舱，我觉得这次 Spider-Man 的体验也很不错，很可爱，就是都有一些小巧思，然后还拿到了 Spider-Man 的纪念品，很棒。因为他飞机很新了、我觉得现在不可能要求他说。飞机涂成 Spider-Man， 或者是座椅都改成 Spider-Man 这样子，太花时间了，太花钱，对对对，太花钱。但我相信那个5年后或是几年后就会出现这样的联名的涂装。那你们觉得豪金舱就已经超赞？超赞啊！就是要躺下去，然后左右的空间，然后脚步空间就是非常大。你可以想象，如果是飞越太平洋，然后飞豪金舱的感觉，已经够了、欸。升级一点点，然后可以得到这样的空间，已经蛮值得的。所以不需要买头等舱。有机会还是可以体验一下。毕竟我看到那些餐点真的是有点惊人。如果喜欢我们这一系列影片，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分享给更多朋友知道哦。拜拜。拜拜。And it feels like the summer, how it feels like the summer to me.Feels like the summer. It feels like the summer, and it's where I wanna be.